什么枪的单向属性最弱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上次说了伤害、子弹速度和射速最弱的枪，今天是单向属性最弱的枪第二期，都知道的才是大神。一、换弹速度最慢 ，MG3。全直击换弹速度最慢的枪肯定是机枪了，而机枪中换弹最慢的是 MG3 和 M249， 两把枪的初始换弹时间都为 8.2 秒。可是 M249 能装弹匣了，装了快扩之后换弹就大幅度提升了，所以换弹速度最慢的就是 MG3 的 8.2 秒了。二、弹容量最少，信号枪、十字弩、爆炸猎弓。说到弹容量最少的武器，那肯定不会是现代枪械，因为现代枪械都是有多发弹容量的，最少都是 S686 的两发弹容量。那么什么武器的弹容量最少呢？其实射击中一共有三把，那就是信号枪、十字弩和爆炸猎弓，它们的弹容量都只有一发。三、射程最近 S1897 DPS。射击射程最近的武器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大家凭感觉就能感觉出来，射程最近的肯定是喷子和手枪。那么谁射程是最近的呢？其实是 S1897 和 DBS， 射程都只有短短的60米，只能极近距离战斗，远了毫无用处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